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至第二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冇错，我哋讲到关于就系话我哋喺信仰上边去建立嗰个工程。但是问题在根基上面，你用乜嘢材料呢？好啦，就是个故事再继续嚟。一个垃圾婆，佢啲猪粪就带咗嚟咯。于是乎，佢唔可以逃场咧，佢喺度咧起个神主位啦，用猪粪起个神主位吓，静鸡鸡起埋一边起。因为点解猪粪唔可以逃场啊嘛？咁于是乎起自己要起嘅嘢啦。有好多人咧，当教会管教咧，当教会去咩咧？我记得有曾经有一个全职啦。当教会希望咧，佢今年咧做呢个工作，佢唔制，佢直情唔制。咁我净请咗另一个人做多佢三倍，收翻同样嘅人工。咁跟住咧，佢净嬲咗我吓，即系喺我生日会特登有意无意搞破坏啊，跟住又离开啊，又带好多人走啊咁样。好些人都好似呢一个人咁样嘅。就是他们在教会呢去建立这个工程当中呢，他不参与之后呢，他自成一派，他静鸡鸡做自己的事。就是什么去建立自己，人家认同他，他是受害者啊，教会现在没有爱心啦，就是全职的标准又高啊，这样啊，甚至是带很多那些就是那些蒙查查那些都不知道因为什么教会人走了。但我想给你知道呢，很多人就是这样了。就是咧，当教会管教佢嘅时候咧，佢嬲咗教会，佢另外静鸡鸡。始终你嘅私生活冇人知噶，但系喺领袖群当中建立自己用呢啲粪堆所制成出嚟嘅一啲小圈子啊，全部系建立喺自己嘅臭脾气啊、不饶恕啊，然后走埋一齐咧，大家纷争结党啊，去杯葛边个，杯葛边个。你知唔知我哋教会喺上两年就系因为讲呢套信息咧，就是、感谢主，真系走咗一班咁嘅人，就系佢哋围住咧。边个咧就如果埋堆嘅咧，佢哋就一齐跟住其他人咧就互相杯葛。喺个家聚当中咧，连坐位啊，成日都互相杯葛。我讲紧系领袖嚟嘅，即系嗰阵时我哋教会仲好多个家聚嘅，唔系而家咁样大型家聚。嗰啲系讲紧家主家母嚟嘅，嗰啲级数嘅。我讲紧就系、是、我讲紧就系呢样嘢，即系话佢觉得自己公义啊，我都有做呢个工程啊，我做好呢个工程啊。但系问题佢用乜嘢去做咧？佢用纷争、用结党、用杯葛去做。你用咩原料去做好呢件事啊？你使到呢个同心系用纷争去使到佢哋同心啊？你用大家互相一齐去杯葛一个人去同心啊？哇！你知唔知我建立教会咧，我发觉有好多人咧，直成系懵嘅，直成系用呢啲嘢带入教会当中，而佢哋自己都自圆其说咁继续做，而到最尾咧唔得啦，因为咁样可唔可以建立到一个好嘅代祷小组咧？咁可唔可以建立一个好嘅家聚咧？唔得，所以于是乎咧，慢慢变质啦。就如我所讲啦，先系佢转咗个材料，后嚟咧嗰个材料实在做唔起咁大个浪啊嘛。于是乎佢就搞小圈子啦，于是乎就搞杯葛啦，于是乎就搞其他嘢啦。里面牵涉到咧好多，发觉走嘅时候，原来你已经系私底下自己打麻雀嘅，走埋一齐吓。咁我讲嘅全职喎，仲要系全职添啊，仲恐怖。知你自己走埋打麻雀，因为点解？因为你用杯葛嘅方式，你能够走埋去真系为人代祷咩？系咪？不如走埋一齐打麻雀啦，系嘛？佢哋话防止老人痴呆啊嘛，吓咁呢啲人老人痴呆咧几难啊，已经系老人痴呆啦呢啲人，佢信主信成咁系咪？仲系我讲紧系全职。我想你知道咧，呢、这个就系我侍奉教会当中，我见咁多年当中，一件咁简单嘅事，白纸黑字，神建立圣殿就希望我哋学习圣洁。在我们本来白纸一张的性格当中，我们选择很多圣洁的这些公义的事情去行出来，去使到我们能够是真真正正的在因为行义变成义人，因为选择纯全正直变成一个诚实的人。我们不能够直接做坏事使到我们成为圣人的，我们一定是直接做好事的嘛，是不是用好的方法去做一件好事的嘛，所以教会就这样建立出来咯。教会是教我们施舍啊、周济啊，教我们去祝福人啊，教我们勇敢啊，教我们去跟从神，教我们爱神嘛。我们选择啱的原料去建立了一件啱的事，我们就会变成圣经所讲神所悦纳和被提的教会。
但是问题，我们明明做一件啱嘅事，但我哋都用不择手段方法完成佢咧，到最尾我哋俾人更加污秽，我哋俾人更加差。就算嗰个工作啊，第日流传落去，都有人执起做得好，但问题我哋都冇份嘅被睇嘅时候，因为我哋喺个过程当中咧，污染咗自己啊，沾染咗自己啊。所以，譬如举一个实际嘅例子，扫罗同大卫。咁扫罗你会睇见一样嘢啊，就系咩啊？你会睇到扫罗咧，佢系唔系喺亚扪根基啊？佢系建立喺去以色列嘅王啦，梗系亚扪根基啦。系咪高立咗喺一个啱嘅一个嘅结构里边？佢系参与咗一个啱嘅计划啦，系咪一个啱嘅工程啦？佢成为以色列嘅王，系神让以色列世世代代能够建立落去嘅一个第一个王，仲系第一个王，一日有王，第一个就选咗佢噶咯，已经。所以佢喺一个啱嘅根基，喺一个啱嘅工程里边。但系问题用咩原料去做呢个王呢？系咪？你而家我咪明啦。佢明明将件好事，但系后屘呢个神俾你睇到啦，呢一个扫罗系被鬼附嘅最尾，周围追杀大卫。但系大卫咧，大卫有三样嘢。第一，你睇到大卫，第一系好嘅根基；第二，佢系好嘅工程里边；第三咧，佢用乜嘢原料啊？你睇下诗篇，你睇下佢犯咗罪之后喺神嘅悔疚，你会睇到点解神爱佢系有理由噶嘛？系咪？弟兄姊妹，呢、这个就系我初信嘅时候第三个我自己嘅经历，就系、是。我选择如果我回到教会呢，识异性就做结婚，我都一定不用追女仔的方法。因为如果回到教会见到这么多异性而因为这样起了色心的话，那回教会就使到我犯罪咯。回教会就真的，我回这间教会就失去一个意义，我就还衰那个道教的道教徒。是不是我道教徒我都不会做这些东西，我都用正途的去识女仔。我回到教会就为了婚姻介绍所这样。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初信就已经知道这样东西应该要戒绝的了。明白吗？我回到教会，我不能够去贪钱，而并且就算没人去监住我，我都应该立十年，因为我不是为了钱，有钱与没钱而回不回这间教会。所以变成我回到教会，我由最小的事中心，我发觉慢慢长大了，我在大的事我就懂得分了。我知道如果我做好这件事，我为做好这件事而使到自己是败坏，我为了做好这件事使自己不诚实，我为了做好这个所谓神的计划而使到自己变成一个罪人，那我为什么做？神为了什么要设立一个害死那么多人？神设立一个的教会的系统，不是为了使到有更多人变成罪人，是使到有更多罪人变成义人嘛。因为这些罪人他要完成这个这么公义的创举，这么伟大的教会，他们选择是要行义，并且要选择将最好的元素、最好的材料摆去建立这个圣殿嘛，合乎神的规格去建造，亦合乎神的材料去建造嘛。所以当我们真的同心合意去来到这间教会，我们一起愿意照着神所给的工程去做，但是跟着就好像保罗所说，你一定要合乎神的规格之外，你要合乎神的原料。所以圣经说，你首节不能够用有酵的饼，你不能够用有毒的面酵的。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你既然首节，你为什么用犯罪的方式去首节？你既然建立教会，为什么你用恶人的方式去建立这间教会呢？有很多人呢，其实开头不是的，开头做一个小牧师，一个小领袖，没事有人跟你争，没事是叫做有着数。但问题是当教会大了，有荣誉了，有地位了，有人尊重了，有人踩到他的脚趾尾了，或者踩到他的尾了，开始衰嘢嚟了，为了荣誉，为了自尊心，为了跟人斗气，开始呢他变了质了，他开始呢加了很多呢这些东西下去呢，去贪里面所给到的权力地位，贪里面所给到的金钱或者异性，而慢慢开始呢，在明明神圣的地方呢，去隐藏了他自己开始有罪的原料去入了去了。而这个通常都是出事的，所以为什么我经常都讲的，就是其实灵恩才是试探，拥有神的权柄能力才是试探，拥有教会增长得大增长得快才是很多时候试探。做一个平信徒的时候，扫罗没有跌倒，但做一个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他跌倒比其他人都快。你知不知道？就是这样的，就是明明你在好的根基，你明明在好的工程里面，但问题你用自己的血气，用自己的罪，用自己的虚荒，用自己的自私和虚假去建立这个角度。但这个角度慢慢你发觉你不能够用这样去建立到神的角度，最后你只能够用这样去建立自己的小圈子、小天地，建立自己的自我王国。
而事实上，当我开始呢间教会之后咧，呢、这个挑战啊，可以话系我每个礼拜、每个星期嘅挑战。无论我喺台上嘅讲道啦，私底下我自己嘅为人啦，我自己点样处理我自己生活当中我每样嘅需要啦，呢、这个都系我每日嘅一个挑战。但系弟兄姊妹，我想俾你知道，当你愿意去接受呢个挑战，神认可呢个殿。这个殿第一起在一个啱的根基，第二你是真是神的工程，第三你用啱的原料，神的灵才可以在当中。石安是经过这样的考验，整个教会当然我们不能够监督每一个人，但起码这间教会是以纯全正直底下整体去这样建立，神认可。所以你要看到在雪的聚会，在我们教会当中有的神迹和印证是其他教会是没得比的。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根本是冇得监噶嘛，因为神咧，佢要离开就离开啦，就好似喺旧约以西结书俾我哋睇见，神离开啊、当时以色列嘅圣殿一样。但系同样神要临到嘅时候咧，你冇办法用钱收买佢。但系我想你知道，当你系个人能够做到嘅话咧，你第日成为一个团体嘅领袖，你就可以使呢个团体能够做到。但系弟兄姊妹，你翻一个已经系有神同在嘅团体，何不你今日真系洗心革面？就如我所讲啦，你已经翻好嘅根基，呢、这个根基你冇办法再建立噶啦，已经系主耶稣基督。工程就系呢间教会，我哋跟从神咁多年做紧噶啦。而家我哋无论系讲紧2012信息，分享2012信息，向神州进发，我哋升 calling， 我哋各样嘅科林，呢啲工程唔系你选择噶啦。但系问题系好唔好？你真系用无酵嘅饼去守呢个节咧？你用啱嘅原料，就好似我所讲去。建立呢间教会，如果你发觉你做任何嘅侍奉事情当中，你发觉你越做越烦躁嘅，好啊，撩起你啲罪，悔改咯，唔好人哋指责你嘅时候，你直成遮掩自己嘅罪啊，慢慢建立一啲嘅方法去呃人啊，唔好咁样吓，你已经唯一你能够选择参与呢间教会嘅就系选择材料啦，用好嘅材料，使到你唔系再系一个粗鲁嘅人，唔系一个大话精，唔系一个冇耐性嘅人。不是一个的坏人，你选择行义，选择各样的纯全正直，你选择各样圣经的美好，你选择爱，你选择忍耐，你选择恩慈，你选择喜乐，你选择各样的东西去将你消极的性格，将你败坏的罪，将你的软弱，将你的不自律全部劈走。因为教会设立就是为了这样，为了使到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参与，而使那样东西能够做得好，使到教会能够兴旺，因为这样而你变成义人。而教会真正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个机构，是制造个系统出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贵重器皿，成为这个灵工的一部分。启述第21章第1至第2节，我又看见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信靠主，你救恩扎根，心中唱出赞美，期望跟恩主靠近，愿我心求上帝相近。恳请我主答允，期望主今朝我灵吸引。常随着上帝带领指引，弃掉世间庇护灰暗，现在我心中满载感谢，一夜除净灰尘，离别罪人献抹去悲愤，再没罪于沉沦罪困，感激我罪尽医治，包裹创伤解苦困，全献出公允。